甘面是我来清水吃了美食了后，人给我报一个真有特色的小吃。听讲，伫这一代上介早做这甘面的，就是一间士官长。你看，伊阁另外做一间店面哦。这勋章是严家淦颁的，他应该是真少人知道伊捌做过总统啦吼。士官长甘面其实有两间，你即马看到这间中下路的是小儿子在开，另外阁有一间是大儿子。现在在做什么？现在在做什么？要录吗？没有，对对，没有。你做你的，我不会看你。拉面啊。哎，现在做什么？拉面啊。哦，在拉面。哎，捏着面要拉细。哦，拉细一点。对对对对。这做的工坊。哦。最后的程序就是把面拉细。啊，拉细一点。啊，拉多细？看客人吧，看客人，客人想的要求是更细也更细的，啊，就是正常都是这个的粗度，啊哈，对对对，可以控制的啦。啊，哇，你一天要拉多少啊？那一包半的面粉吧。对，一包半的面粉。面粉。对，薄利多销了。薄利多销。面卖不多，嗯，手工面没就是士官长是外省人的，就住伫关区，结果尾才知影讲，翁仔某拢台南人呢。哦，他们这一间的小菜是切一半一半的，一半30块。这综合哟，来水果啊，较快有啥物物件？有甜瓜、猪肝、完啦，还有什么？豆皮哦，还有糖啊，哦，阿哥啊，为了阿哥啊，姐。有一个奖囊，哎，小碗的，你看搅拌起来哈，安尼端端端 Q Q Q， 干来看我怎样讲些好食。我跟牛公，伊嘛是捌开过猪店，不过搭猪啊，猪面较好啦，较好赚啦。哦，你是原来的小营分机哦。我看你张勋章是严家淦的做总统，也做不偌久啊。我在高家尾村颁发呀。啊，是要来做擀面，你敢住在家？我做粉包。哦，你住在这里啊？哦，你敢要做这個，伊这算外省口味吧？阮师傅外省。哦，恁师傅外省什么意思？不是你用？本来阮师傅在做的。啊，本来恁师傅在做的哦。你在做啥？我做兵啊。哈哈哈！你来，我有两条路。
校是伫华学，华学迄同学当算证书拢来啦。哦，谢谢哦。好，黄金元先生，哎呀，这真好，来讲来讲你，耶，我你要不要医生登顶？不简单。医生登顶，来当白月。还选你几岁？50。我跟太太嘛，哈。你人阿婆拢台南人哦、喔，是啊，我六家人六家。哦、喔，你六家哦、喔，啊，你关电哦、喔。我唔是，我迄个马卡道士，马卡道士族。啊，这位士官长啊，嘛真心细，会晓煮面，啊，佫会晓爬山，啊，人嘛是真热情。安尼好，我满足啊，啊嘛食饱，多谢收看。